S 和汪小菲去年十一月离婚，近日汪小菲因为没有履行离婚协议，被大 S 告上法院，追讨500万元生活费。对此，汪小菲21日开始连续多天在社群发出怒骂大 S 和他家人的贴文，还爆料小 S 的老公徐亚军在上海养好几个女人。不过，小 S 和徐亚军懒理这场风波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24日，夫妻俩还开心为二女儿 Lily 庆祝15岁生日。Lily 当天在社群晒出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的合照，画面洋溢着温馨幸福的氛围，粉丝纷纷留言祝福莉莉生日快乐。另外还有一些网友对于莉莉才15岁都感到很惊讶，直呼她不像只有15岁，因为超有名模架势啊。